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今天是周末，李哥的第一个星期天休息了。然后我们刚才去店里头把那个小炉子拿回来了。今天晚上打算在家烤串吃，这回真是串撸串的，带签子的。这个是牛肉。你注意点就行了。这个怎么这么长呢？那个可能最后改刀那点儿。我不敢吃。你居然被扎手啊！别管他，就是被扎了，疼吗？这个是辣的。你那么远远的啊，别扎着你了，你害怕？给你扒一个。看你们谁穿的最快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我那么快，奶奶没穿过，我也没穿过，我一般都烤，今天有条件的拿炉子烤。拿那个咱们拿回来的那个。哎呀妈呀，王斌家馋的都不行了。谁不馋呢？在外撅呢。现在串店也都不开门，都是点外卖。他说的，冷面也馋。哎，冷面。咱有条件，咱能吃啊。咱们昨天还吃了。快走了吗？行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想吃点东西。啥也没吃，卷走了。这串是咋回事？没有肉了吗？没有肉吧。干啥呢？我啊，你烤串吃呢，我干啥呀？那没有火呀，咋烤？你看下面热不热？其实这跟烤箱一个原理，是不是？没有碳，没有硫酸啊。好了，萌萌，坐吧。看见，这点啊，可以。来，吃吧。现在就可以吃了。可以了，你们都熟了。这个是辣的。第一次搁家里吃串吧。第一次自己烤串吃。啊，第一次自己在家烤串吃啊。快尝吧，硬吗？还行。咱们得在大姨家，不是以前也烤过串儿和串，爸爸也搁那，姨夫也搁那，大姨也搁那，你也搁那，倩儿也搁那，我也搁那，那个时候，忘了吗？没忘啊。我尝一口。然后咱们一起穿。头发也细菌。还行，我再添点油就好了，要干的哈。好吃。好吃啊。你姑娘是好吃就好吃的。赶紧吃，要不就凉了。那是赶紧吃，凉硬不好吃了。再多来点饭量。多来点，那不有吗？走了，刚刚的。找下，来先吃这个啊！把这个也给找一下，爸爸把这个给找一下，爸爸把这个也给找一下。有点可辣了，我把这个热一下，吃这个去。哎，你这个可辣了。哪个？这个。麻辣。